来看到这参谋总长黄曙光，月底就要改零退伍了，啊，这蔡文总统有呾亲自颁勋章，予伊来肯定伊来向这国南国族甲军事制度改革。啊，下一任的总统人选，即马是由这陆军司令陈伯武出任的候选人，算作相关。总统蔡英文二是亲自颁授李登宝鼎勋章，予参谋总长黄曙光，肯定伊40年的军中生涯，守护国家，守护人民。黄曙光将伫月底满64岁届龄退伍。蔡总统表示，为黄司令到黄总长，为国南国族到军事制度改革，黄曙光留了真侪重要的成绩。黄总统是我上任后第一位晋升的上将。他不仅在海军司令任内让国建国造如期如职的进行。黄曙光心有一贯，表明无流汗、无烟叶，这也代表国军高层人士将会移动。新任总统人选传出可能为国防部副部长张德平、陆军司令陈宝仪、国防大学校长王兴龙三个人选一个，也不过考虑疫情相关人事移动，采取详细调度变动，由陈宝仪出任参谋总长的候选相关。陆军对于潜舰这个部分呢，虽然他并不是很熟悉，可是他只要按着之前既定的相关的规划。另外，伊也修订陆海空军军官士官延役条例。被温俊总统核定参谋总长延役，无受64岁届龄的限制。只不过后一任总长名单无看到海军人选，黄曙光正在推动的江南国造后一步要安怎行，也真受到关注。无论是少将升中将，或者是升将军的这些人士，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，黄总长他对于海军未来潜舰国造的部分，他的设计是什么？如雷四强调。江南所需要的航空装备许可已经到手，也完成设计蓝图，由台船旅行做南，导弹完工了后，江南落水由国军进行战术测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